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983页，983页，从第3行看起。课题：转向教化。请看经文：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下热情，和顺义理，欢乐慈孝。前面我们学到此地，佛在这里告诉我们，自己成就之后一定要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讲求辗转教化，这个教学的效果才能扩大，才能够广利众生。那没有门户之见，那法只有邪正。如果是正法，啊，正法是利益众生的，决定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正法的标准。啊，符合这个理念都是正法。啊，是佛说不是佛说都是正法。所以佛教人人都服啊，邪正的标准，这单单是佛法符合啊，它里面的理论言语与三法印相应的，就是小乘正法啊，三法印，第一个是无我，第二个是无常，第三个是涅槃。啊，他讲的道理，讲的言语，与这三个不违背，小乘正法。啊，大乘正法只有一个条件。诸法实相，他所说的是诸法真实相，那就都是属于大乘，那都是佛说的，魔说的也是佛说的。为什么？他跟魔跟佛说的是一样的，跟佛完全没有违背啊，所以大乘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啊。三法印也有人讲苦空无常啊，都可以。小乘法确实内容啊是讲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佛法呢就非常非常之广大。啊，佛非常开明，绝不保守。啊，什么人说的，跟我说的是一样的，我们之见相同，都是佛说。教化一定是由轻而疏，
由近而远。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自己亲人都没有度，你怎么能度外人？跟你住在一起的人都没得度，你怎么能度远方？啊，这也是事处事世间圣贤教人的一个原则。在中国历史上，舜王这是圣人，他住在这个地方啊，原本是选一块荒地，自己搭个小茅棚啊，这是个好人，很多人都愿意亲近他啊，都在他房子附近搭小茅棚，就变成一个村啊，三年呢就变成一个城镇，都是自动来的啊，受他德行的感化啊，自然成就的啊。德是什么？德就是爱啊。用现在的话说，被他爱心磁场所摄受啊，自然欢喜跟他亲近，不愿意离开他啊。那么这都是圣贤教导我们，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邻居喜不喜欢我们啊，愿不愿意跟我们学习我们搬到这个地方来住差不多也有一年了，邻居很多不相往来啊，那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做的不好，没有常常跟他们往来啊，没有常常在一起互动啊，当然我们是出来的，一切都没上轨道啊。现在这个教学楼长得差不多了，里面布置好了，应该在我们这个小村正式下个请帖，邀请他们来参观啊，我们用茶点来招待他们，说明我们搬到这住是干为什么搬到这来，想干些什么，要让他们大家都了解啊。还有这些人不懂宗教，啊，我听说我们这里房子门口贴个南无阿弥陀佛，邻居就来干涉，要我们把它撕掉。啊，我们同学也就照办了。啊，这也向他们解释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阿弥陀佛是大智慧，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报啊，那不要阿弥陀佛了，就是你们不要福报，你们也不要智慧，不要智慧就愚痴，不要福报就贫贱，你们是不是愿意干这个啊？你们不要，我们要啊，我们要你们还干什么啊，你们要愚痴还要我们做愚痴，你们不要福报要我们也不要福报啊，这在理上讲不通啊。啊，所以
要讲清楚，讲明白。啊，宗教是什么？叫他自己去查字典。宗是什么意思？教是什么意思？啊，查出来之后你就明白了。宗教这两个字连起来，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怎么能不要呢？古代历代帝王没有不学佛教啊，几乎都是三宝弟子，不但认真学习，他们真干，他们真的是专向教化啊，以帝王之尊啊，下达命令，全国奉行啊。只是最近两百年，佛陀教育变质了。啊，变成跟鬼神打交道的。本来佛教是跟人打交道的，不是跟鬼神打交道的。现在跟鬼神打交道，跟人不往来了。啊，真正跟鬼神打交道，就不必在人间建立，鬼道去建立。啊，地狱道去见敌人，为什么在人道见敌？讲清楚，讲明白，大家就可以和睦相处啊，所以佛的教诲我们要遵从啊，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这是由缘而尽。我们每一天接触的人啊，通常讲呢，亲友注解里的说，于诸亲友转向教育，则为利他了。我们要想幸福，要帮助别人有福，富人居富地，这一个地方人都修福啊，修福最殊胜的无过于念阿弥陀佛，这经上一再说明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具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真实智慧，真实功德，那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念这一句佛号，就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你这还得了吗？啊，所以烦恼不断，自然就没有了；业障不消啊，自然消了。这什么个道理？就是名号功德，它产生的作用啊！你念它一定要真诚，不能有怀疑啊！真的像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沉静啊，你得一分利益；万分沉静，你得万分利益。
你的利益多少是你用心不一样啊，你用的是什么心啊？真诚恭敬，没有不得利益。啊，昨天跟开灵寺来参访的内蒙的同学们，里面有几位接触佛法的时间不长，其中一个只有两年，还有一个是三四年，他们的成就太殊胜了。啊，其中一个诸位看到的生病20多年，中西医都看不好啊，最后闻到佛法，念佛念好了，最初念的半年功夫不得了啊，他很难得不断的改进，到最后是万缘放下，用真诚心念佛，不到2个月，20多年的疾病全好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文化水平不高，只是小学2、3年级的水平啊，告诉我每一天睡眠2小时，一天拜3000拜啊，日夜不休息，就是念佛听经拜佛，真精进的啊，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莲花，拜佛的时候，拜下去的时候莲花很大，站起来的时候莲花好像就缩小了。啊，大拜的时候手撑出前面是2朵小莲花托着手。啊，他来问我这是真的是假的。感应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等于说给他收起，告诉他勇猛精进，决定往生。啊，他来见我，要我给他印证。啊，我告诉他，决定不能怀疑。啊，一定要相信。啊，印证的标准，一定要用经教。啊，不是我们个人随便可以说的，他跟经教里面所说的相应，这真的。与经教讲不相应的，那就不是真的。啊，我们自省，帮助别人，不能离开经教啊。啊，经教这一本《无量寿经》足够了。啊，尤其是集注，内容非常丰富。啊，集注里面我们看到，几十种经典，100多种祖师大德的开示。啊，这就是标准。啊，小学水平，识字不多。他也发心出来讲经，好，带头做个好榜样。啊，讲经不一定要高学历，高学历未必把经讲得好。啊，为什么？这从沉浸心当中流出来。
与学历不相干。啊，这个一定要懂。啊，我们看六祖跟神秀两个人，要从学术上来说，神秀比六祖高得太多了，人家同宗同教啊，讲经教学的大法师啊，六祖慧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啊，怎么能跟人相比？啊，学说慧能大师比不上神秀，悟性呢，神秀大师比不上慧能。慧能大师悟性高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能把境界看透了。这个看透，就是大乘经教上所说的，一个人，一个物，一桩事。他能把他的性相离世因果通通看穿，看穿。这个神秀大师做不到啊。啊，所以五祖不是感情用事。一钵传给六祖，没有传给神秀。啊，这种视线用意非常深广，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从这个里头去学习。下面两句话也是佛说的。若不说法度众生，世界无能报佛恩。啊，怎么说？我们不会说，我们只会这一句阿弥陀佛。行，就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给人听，这就是说法度众生。啊，在哪里看到呢？就是阿公阿婆人看到的。我告诉十际禅师里面的法师，他们跟我说，十际禅师还有三四位这样的老人在念佛堂。啊，他们不说话，就是念佛，日夜不断。啊，无论你给他们讲什么话，他都笑眯眯地给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在那里说法，就设这一句无上法门，一点都不夹杂。啊，你给他讲再多，他都给你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全包括在其中。十方三世所说一切诸佛者，佛所说的法都不出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你看人家多厉害啊，多简单啊，不管你讲什么，
他一句阿弥陀佛回答你，生生不绝，啊，对你笑眯眯的，对你恭恭敬敬，啊，你瞧不起他，他瞧得起你，他对你恭敬。那什么人呢？李老师以前告诉我，那是真佛了。在世间教化众生的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个一就是一句名号啊！啊，一切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所教所传的大法，就是一句佛号，这还得了？啊，这些人做到了。啊，所以我提醒大家，这样的人通常啊，一般都是瞧不起，小看他们。啊，自己在他们面前大摇大摆，人家对你恭恭敬敬。啊，我提醒了，见到这种人，要恭敬，要礼拜，他不是凡夫。他是个真念佛人，这种人将来生极乐世界，决定是上辈十报庄严土往生。啊，为什么？你仔细观察，暗合道妙。跟上上根人行持没有两样啊。啊，只是表示的方法不一样。啊，可是你细心去观察，他们有相同之处，那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啊，一向专念就是念佛三昧。他展示出来给你，念佛三昧。啊，他有没有道一心不乱，我们看不到。真有功夫的人能看到。啊，这是利益众生呢，我们遇到缘不能放过啊，一定要帮助他。没有缘，没有缘也不能放过，给他在阿赖耶识里头种种子啊，我们念这声佛号，他听到了，那种子种下去。我们手上拿串念珠，他看见了，这个阿赖耶识耶罗种子啊，有意无意啊，帮他种阿弥陀佛的种子啊，已经念佛了，要帮助他提升境界，加强他的信愿。啊，帮助他这一生能稳稳当当往生，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下面又劝大家要自相约见啊，和顺义理，欢乐慈笑。
啊，这底下解释有见是什么意思？有言熟练啊，熟是熟服，练是收敛。啊，就是经上讲的当知端心，当知端身，就这个意思。啊，端身是前五根，眼耳鼻舌身，不能妨议。端心呢是意根，啊，意是起心动念，啊，讲意的时候就是第六十根第七十，啊，第六十不分别，第七十不执着，这就是断心的人心证。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万法就一如了，万法就平等了，有分别执着不平等。啊，下面和声义理欢乐慈孝啊，给我们说了一个标准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要跟这个标准相应啊，和声义理为言行举止习戒合于义而顺于理，理是道理呀。啊，世间法的义理，理是无论，无论是大道啊，啊，义是你应该要做的，你不可以违背的，无常八德了。在佛法里头，道是什么？道是自性。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能生能现。啊，阿赖耶是能变。设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是能变，世界一真庄严是所变。如果转阿赖耶为大圆，为大圆净智，设法界就没有了。所以设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就像做梦梦中境界一样，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啊，现在科学讲波动现象，波动就是有生灭的。啊，凡是有生灭的，都不是真的。啊，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统统是虚妄的，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这是理。啊，要顺于理，要合于啊，这个合简单的说就是六合，不要求别人跟我合，我要跟别人合，六合经就现前了。要求别人跟我合啊，永远不会合。啊，联合国调停这个世界的争端，几十年没有办法调得好，原因是什么？都是认为对方不跟我。啊，从来没有想到是我要跟对方和，和平才能实现的。啊，对方不跟我和，我跟他和，和平就能实现的。他不跟我和，我也不跟他和，这就对立了，永远不可能有和平实现。中国古圣先贤说，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啊，都没有做反求诸己的功夫。啊，我们想和谐，要有没有反省，我有没有跟他和的这个心愿。先有心愿，然后有方法。啊，打我不还手，骂我不还口。和平就降临了。啊，这个里头真正的道理，世间人看不懂，佛菩萨懂啊。佛菩萨有能力看三世因果。啊，所以有人说佛不能学，佛太软弱了，学了佛人都去吃亏了，这能学吗？啊，打我杀我都不还还手，啊，随他打随他杀，哪有这种事情呢？这不太懦弱了吗？啊，如果看到三世因果，你就明白了。啊，他这个心慈悲也。啊，受别人回报，受别人羞辱。受别人陷害的，受别人张难的，菩萨知道了，那是消业障啊！啊，你被人杀了，业障全消了。来生怎么样？来生你的福报它更大，智慧更大，
那到哪里来呢？可能就到那个富贵人家去投胎了。他经营一生到最后全部给你。啊，这是看到因果的人啊，明了啊。没有夺去啊，他最后全部给你啊。他经营的更好，到最后他死了。他死了要堕三途。为什么？他造的罪业重啊。啊，你死了之后做他的儿子孙子，他家那个产业全部给你了。有没有想去？没有啊。这个生的事实真相一般人看不懂啊，一般人要抵抗啊，要对打了，对打两面都算输赢。所以你真正了解佛菩萨高明啊，也就是这个财命里的是你的，别人抢不去，你放心，你被他杀了，他还没抢去啊，除非你自己舍了，你自己要没有舍，他就是你。我以前也常常讲一个故事，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台北讲了演讲，每一天来听经的和吴余庆老居士，他是个小企业家。在那个年代，脚踏车很风行呐。每个人出门都是骑脚踏车，他就是制造脚踏车。每一天来听经，他们家富有啊，递了个录音机来，那个录音机是圆盘的，圆盘胶带的，很重，每一天递来把我讲楞严经录下去，所以我有一套完整的录音带，他收藏的，这个人要往生了，几十年前的事情，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候在上海做生意，一个朋友也是生意人是个小轮船公司的老板他怎么起家的呢原来在一个德国人开的这个小轮船公司，船只有一艘，所以这个公司不大，只有一条船，渡轮，就好像香港的九龙的渡轮，经营这个，这是他的伙计，非常老实，非常厚道，很可靠。战争爆发，他回国去了，就把这个公司委托给他。以后再也没回来了，这个公司变成他的了。他经营的不错，以后又买了几条轮船，所以这个公司慢慢就扩大了。好像是在他50岁还是60岁的生日，他那时有个小孩，11、12岁。念小学，这个小孩非常顽皮，就一个小孩嘛，娇生惯养，做生日这一天呢，他突然看到的儿子那个面孔是他的老板。他是个修佛的，心里马上就明白了，老板投胎做他的儿子，这财产还是归他所以他立刻就向大家宣布他所有的产业子归他儿子名下，这是很聪明
啊，他知道老板投胎到他家里做他儿子，啊，这悟于清老居士告诉我这个事情，他这是他亲眼看到的。啊，好好的来教这个儿子，培养这个儿子。啊，因果通三世啊！啊，他没有赠送给你，你代他管理，最后还是要归他，所以他很聪明，马上就还给他。啊，才晓得这个儿子叛逆不听话，啊，家里有钱浪费，啊，那么这样转过来，那把小孩的态度教好了，不对立了，原来是对立的，啊，这他心里很清楚。所以世间一切理事只有佛看得透彻了，看得清楚啊，冤冤相报的事情决定不能做啊，欠命的要还命，账就了了，欠债的要还钱，这样天下就太平了，大家能和睦相处，富贵的要常常救济贫穷的，让大家的生活都能过得去，富贵减一分享受，贫穷就能得到温暖啊，他就能感恩啊，冤结才能永远化解，这个好事情啊！啊，眼前好像是吃亏，这是一般人没看到。你要看到三世因果，你才知道他这种处置方法是决定正确的。啊，是修佛修什么？修智慧，智慧处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福德了。不会把问题搞错，啊，不会把问题搞僵啊，真正能和顺义理呀。啊，最后达到的效果是欢乐慈笑啊！人与人之间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就是搞这些把戏。事实真相，只有佛菩萨看穿。啊，所以佛菩萨教导我们，句句是真实话。啊，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把所有冤结全部化解。啊，认识西方净土，是无比殊胜庄严。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是一等聪明智慧人。
啊，遇到了，要把这一桩事情放在这一生第一位。啊，决定认真学习，绝不放弃这个机会。啊，其他的全是鸡毛小事。啊，度化众生，随缘不攀缘。这就对了。啊，攀缘就错了。为什么？攀缘你动了信心。你心不清净，随缘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啊，是智慧。攀缘生烦恼，随缘生智慧，不一样啊！啊，随缘是条件成熟啊，由此可能。啊，缘不成熟，我们可以谈谈，提醒大家。啊，譬如说，现前这些灾难，社会的动乱，到底什么原因？我们知道。啊，还有一些灵媒他们也知道，他们说的那些话，啊，这是由天神主宰的，鬼神主宰的，命运主宰的，要怎样去改命运，啊，才能化解。这些事情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充其量治标不治本。啊，我们对照经典，佛陀教诲来说，他能不能解决？他不能解决问题。佛陀是怎么教我们的？你身体的毛病从哪来？饮食不调，日常生活疏忽，这个让你得病了。啊，那你要注意起居生活，你的疾病可以减少。叫生理的病，还有业障病。业障病是最难调的。这佛说，病有三种原因。啊，第三种是冤业病，这很多，大家都知道，附体的事情就是的。啊，你身体很不好，是什么？你身上附体的众生很多啊！一些通灵的人能看到，要把这些冤亲债主化解，他离开了，你身体就好了。业障病是自己的积习，累积不良的。这些习惯习气，那这是什么？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功高我慢，贪嗔痴这些东西，太严重了。啊，这些得病，让你得病，这种病呢，
必须要认错，要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诵经念佛可以消除。那你看，三种病都有方法消除啊。这是从身上来说。啊，所以念头善不善呢，才是根本原因呢。啊，用什么方法呢？必须要帮助人觉悟。啊，佛是用这方法。啊，佛出现世间，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人离苦得乐，就是一个目的。啊，用什么方法呢？那你必须知道，苦乐从哪里来的？啊，苦从迷来的，乐从觉来的。所以佛用的方法是破迷开悟，破迷他就能离苦，开悟他就能得乐。啊，具体的方法就是用教学，用教学做手段。啊，诸佛菩萨出现的世界，没有一个不是教学的，而且都是义务教学，不收学费的。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接受大家供养，只有四桩事情：第一个头部饮食我接受；第二个衣服，啊，衣服穿破了，不能再穿了。接受一切。啊，第三个卧具。啊，就是一个被单。晚上睡觉的时候铺在垫在底下。第四个是医药。生病的时候接受医药。除这个之外也开不接受。那佛陀在世一生做得干净呢，做给我们看呢。富贵人家的别墅花园，请佛去讲经教学，佛答应。短的两三个月，长的三年五载。啊，这个大单元讲完了，佛就离开了，依旧过他树下一休的生活。原籍在双树间，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子里头。我们要学，但是我们今天的体力福报跟佛不能比，他不怕风吹雨打太阳晒，他不怕，他身体好啊。我们今天过他那个生活，体力不行啊，我们能在外头树下就过一晚上，第二天到加护病房，真的不是假的，没有这个体力嘛。啊，那怎么办呢？30年前，香港的喜成法师到台湾找我。我很怀念，我说我们联手把佛
释迦牟尼佛那个修行方法，我们把它做出来啊，五个人就行，五比丘嘛，找五个出家人。但是现在呢，我们树下一宿不行，用帐篷可以啊，一个人一个小帐篷，五个帐篷摆在一起啊，徒步。在香港徒步还行，因为香港素食店很多，不要到北京徒步，到素食店去徒步啊，徒步回来吃饭，吃完之后学习经教，在一起念佛，可以把它造成一个风气啊。他也挺喜欢，我说你去找人，人凑齐了我算一个，通知我，我参加，说说就完了，回来还是办不到啊。啊，他们在这个香港有道场，有经舍，放不下。啊，我一生没有道场，也没经舍。那个时候，我住韩馆长家里。啊，西城，当时在香港，香港佛教两个头啊，一个是觉光，一个就是他。他是代表年轻一派，我鼓励他做。啊，所以经不能不讲，不讲不能破迷开悟啊，不能破迷开悟就是不能离苦得乐。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为什么帮助人破迷开悟？啊，终极的效果是帮助人离苦得乐。你看，佛有目标，有方法，有手段。啊，他真是自行化他，做出榜样来给别人看。啊，这人家不能不服啊。啊，从今往后，圣教要行，佛法要行。还是师尊两句老话，你要不相信，你做不到。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在家同学。戒律就是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道，不能落实，佛教不会行。出家的这四个戒，加一个沙弥律仪，不从这上去扎根，佛法不会行。要能吃苦，不能享受，一享受麻烦就来了，所有业障习气一定现前啊。释迦牟尼佛可以享受，为什么不享受啊？他自己家是个国王，
啊，家可以护持他，他不要啊。皈依弟子当中，佛陀在世16大国王，在家弟子、大夫长者多啊，不接受供养，为什么？给后人做榜样啊！佛要接受了，后面人都说佛接受了，我当然也可以接受。啊，佛不接受，爱护后人呐，做榜样给大家看。绝不能做不好的榜样啊，要做好样子啊，以苦为师，佛做到了啊，以戒为师，他没有做到，他不会说。啊，所以学佛，无论在家出家，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想一想，我能不能跟社会，这个社会做一个好榜样？啊，好榜样什么？降低他的迷惑，降低他的错误。要从这上去想啊，标准实在讲很简单，事法的标准，汤恩比赞叹孔孟；佛法的标准，汤恩比赞叹大乘啊；孔孟的标准，无能、无常、八德。啊，大乘的标准啊，三学、六合、六度、十愿、普贤十愿，与这个标准相应是正法，与这个标准不相应是邪法。它有标准的啊，立标准的是佛，是圣人啊，遵守标准，奉行标准，推广标准，是菩萨，是仙人。啊，他们做的事情啊，啊，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够复兴，大乘佛法才能够恢复。啊，如果舍利标准，我们可以相信，传统文化会绝灭。大乘也会灭亡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法，不是不好啊，没人学了，没人愿意吃苦啊，没有人愿意持戒，认为持戒是约束，这观念上错了啊！啊，因为吃苦是傻子。现在人聪明伶俐，你是个傻瓜。
有福不知道享，我们今天一直这个僧团，我们就有使命、有责任，帮助这个僧团达到六合。有居士要送我一辆车，我同意。但是我劝他的时候呢，用学会的名义来接受，不要送给我个人，送学会，协会，这个好。你们要送房子，送经社国学会的，这就对了。无论在哪个地方，别人供养的全部是供养的僧团。那我们自己虽然一无所有走到哪里吃住都有人接待。好啊。这出家了，出家再去找一个家，错了。你又回去了，又退转了。那么这些事情在现前可以说是到处都能看见的。这个里头的因果厉害，他没发现，真正发现不敢这么做法。所以经文里头，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能做到了，这团体六合敬的团体，六合敬团体所在之处，这地方不遭灾难。为什么呢？六合敬的团体必定是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多少人？四个人就行。这个团体里有四个人修六合敬，其他人都沾光了。佛家四个人叫僧团。一个僧团至少是四个人。这个团体里头有四个人修六合敬。我们这个团体应该可以做得到啊。见和同解都以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起心动念，都能跟经典教诲相应，不相违背，就见合同解。戒合同修。我们守住三个根，这三个根就是敬业三福的落实。
啊，三福、六合、六度、十愿。念念不违背，行行不违背，这就是戒惑同修啊，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这是六合敬的道场啊。只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七情五欲放下，你就能做到，放不下做不到啊！真放下就做到了啊！这个事情劝人难了，要劝自己，别人没做到，我做到。啊，我为什么要做？我要求生净土。把这个做到了，这叫敬业。心行清净，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真因。啊，心净则国土净。啊，念念想别人也想自己，这就是把心量脱开，好东西先给别人去享受啊，知道这个好法妙法，先劝近边的人啊，真正是好法是妙法，当然我们会全心全力去奉献，把样子做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这个地方说，言行举止，习戒合于一而顺于理，合于一动之嫌疑，顺于理自然中戒。中是中道啊，不偏不斜，戒是戒度，不超过也不是不戒，恰到好处啊。这是做人的道理。又欢，欢者欢喜，住今之末，多云皆大欢喜，法喜充满。若是安乐，心安就乐了。啊，欢喜安乐，今天要特别讲求啊！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去除我们身心的病，能化解我们居住地球的灾难就这四个字，欢喜安乐。啊，我们今天迷就不欢喜，生烦恼。啊，心不安，不快乐。啊，觉悟了就安乐。啊，我们要承认自己业障深重啊，
烦恼习气太深了。学佛学这么多年了，没开悟啊。那我们这一点欢喜安乐从哪里来呢？从读诵来。展开经卷，就是面对佛菩萨，亲近佛菩萨。啊，最重要的，我们在经教里头明白多少啊，就做到多少，要兑现。明白了没有做到，那是不明白。不要以为自己明白，这是60年前张家大师教我的。啊，他说世间人修学，很多人不成功，原因在哪里？自以为知啊，自以为明白了。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的，真正明白他一定做到啊。他举了个比喻，比喻很简单啊，他譬如这个圆桌上，这边一块是黄金，这边一块是黄铜，就是现在这两样随你挑一样，你挑哪一个？那你一定挑黄金。我说你认识他，这你真懂。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哎，也许看黄铜很亮，你要他。啊，这个黄金外面很脏，啊，你不喜欢它，啊，这你误会，你不知道啊。那，用这个比喻说明，真正懂啊，你肯定做到啊。啊，就这一句话好，要是真正懂的时候，肯定你就像那个阿公阿婆。你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丢掉了，什么都不要了。为什么？他真懂啊，所以他往生十宝庄严土，上上辈往生，那他真学掉了。那这还得了吗？上上品往生很快就成佛啊，上上品肯定是佛经上常讲八地以上啊，一生就能证得了，就没人能跟他相比啊。啊，李老师常常赞叹，常常讲给我们听的。告诉我们他自己学没学到啊，真不容易学啊。为什么呢？没放下，事业太多了，阿公阿婆什么事都没有啊。李老师又办了个台中联社，又办个慈光图书馆啊，还办了个菩提医院啊，菩提养老院，还办了2个托儿所啊，还在学校教书，自己还要上班，奉祀官府上班啊，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啊，哪里能跟老太婆比？老太婆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的外，她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啊，真正做到了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净念相继，毒舌六根，他真做到了啊。李老师会讲了，没做到啊。我们听谭学老法师
讲锅炉匠的故事，我们听得流眼泪，真感动人了。不认识字，讲堂里头一堂课也没听过，念佛堂里头一支香也没念过，他什么都不懂啊，就是老和尚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好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他真听话，他真干，所以他的成就，老实听话真干啊，3年成功了。地仙老和尚认为他的成就超过天下红宗研教的大善知识，真的比不上他了啊！四大名山，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比不上他，这真的不是假的。欲知实知，站着我说。有，我们听说过也见过，但是往生之后还站3天没听说过。锅炉匠往生之后站3天，等地仙老和尚给他办后事。千古一人呐、啊生前没人瞧得起他，乡下人不认识字，这是什么？遇语言太殊胜了，遇到地仙老和尚这个语言太殊胜了，老和尚教他这个方法太殊胜了啊，就是一句佛号。啊，他的善根太殊胜了。善根是什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这是善根。他要认识字，他要念过书的话，他会涉猎很多东西，不好了。啊，他就不能置心一处啊。哎，这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好处啊。啊，他就专心啊，一生吃的苦头太多了。啊，所以把他放在乡下小庙破庙没有人住的啊，废弃了这个小庙啊，给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啊，他深谙理得啊，道理得到这句佛号是理得了啊，有个小地方可以遮蔽风雨，身就安了，比到处流浪好多了。他到处流浪跟叫花子差不多啊。啊，你看人间最下层的人，下下人，人等成就的是上上佛陀。在人当中，从上下下人，他在3年就达到上上人。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那说明净宗的成就真正不可思议。慈孝，俗语，上慈下孝啊。如经云：“我爱汝等，
甚与父母念兹啊，这是为大慈啊。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誓愿救度，这是大孝啊，这是菩萨了啊。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一切众生无量劫来跟我们都有父子兄弟亲戚朋友的关系啊，我们不知道过去是，知道过去是全就明白了啊。以大悲故，普令利苦；以大慈故，悉令得乐。是乃菩萨之大行，一切欢乐慈孝的真实意。啊，这真学佛。我们要认真努力，把自相热情、和顺义理、欢乐慈孝做出来。六合敬的道场就出现了，不但出现这个小道场，我相信周边这些邻居通通都六合。这个影响就大了啊，周边大众受到这个影响，这个地方就没有灾难。为什么呢？有福了，富人居福地，这地方就有福了啊。真正有福的地，这是风水家讲，这是宝地，谁住啊？有福的人住啊，修福的人都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不会造灾难啊。我们学了要把它兑现，首先对现在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小村啊，然后再扩大影响我们周围的邻村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啊。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榜样给人看，别人不相信啊。办一个活动，那是做宣传，宣传之后没有东西给人看，所以几天之后别人就忘掉了，收的效果不大，甚至于根本收不到效果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啊，怎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一定做出来，做出样子出来啊。我们还记得2006年、2007年、2008年，时间虽然不长，我们在汤池落实儒释道的三个根啊，
做出了样子。啊，虽然中心是被解散了，但是影响到全世界。啊，不但在中国国内有影响，国外都影响。啊，甚至于联合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念念不忘。我们2006年办的活动，啊，还希望我们再去办一次活动。啊，这个效果是什么？做出来给人看，没有做出来，人家不相信。啊，那我们今天就看。澳洲图文巴的这些宗教领导们，那得有十几个宗教，他们联合起来，同心同德，想把图文巴这个城市造成一个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这个果然能做出来，值得在联合国做报告，那会产生很大影响。啊，这个事情地方政府参加参与，啊，不是可他真的支持，啊，市长参与，啊，还有昆士兰警察总署的署长他参加，啊，也就是昆士兰州这警察的首长，啊，这个很难。啊，我鼓励这些宗教不但形式上要团结，还要真正团结。真正团结互相研究经典，那就真正团结了。那我们学佛的人读他们宗教的经典，那他们也读佛经，这种合作有经典理论做依据，啊，在神圣的引导之下，我们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啊，真正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啊，互助合作。啊，这个城市里头是一家人。啊，真能做出来，的确是世界上第一个好榜样。啊，我希望他们加紧努力。明年春天就可以展示，让大家来参观、来学习。啊，这是大善事，大好事。啊，这是欢乐慈孝的真实意义。
啊，这十二个字真正能在图文巴落实。图文巴这个小城居民十万人都能够奉行，他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个和谐真实啊，和顺义理、欢乐慈孝的真实。这唯能转向教育故啊，信以四学，摄受众生啊，这就是教我们怎么落实呢？啊，落实要用四学法，四学法太重要了。啊，说实在的话，我们这个小团体为什么做不到六合敬？啊，过去也开过几次会，学习六合敬，为什么做不出来？这就是我们没有用四摄法。如果用四摄法了，六合敬就现前。那要我告诉同学，你们想不想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有个最有把握的方法，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要能修，就最有把握，决定得胜，一点怀疑没有。这什么方法？就是四摄法。啊，四摄法放在心上。四摄法用在我们生活上，处事待人接物，我统统用它。啊，四摄法用现在话来说，这个四种就是公共关系法。于人，于一切众生往来必须遵守的方法，这方法好啊！啊，四摄，这是三藏法疏里头的，出法界次第，此四通言摄者，摄就是摄受。为菩萨于化道众生，必须以此四法摄受，使其依附。啊，众生呢欢喜你，啊，欢喜跟你学习，依附就是跟随着你学习。啊，然后导以大乘正道。故为摩经云：先以欲垢前，后令入佛智。是也，这四摄法就是欲垢前。啊，是交际的方法。啊，所以它是公共关系法。啊，我在99年把新加坡九个宗教团结起来了。啊，有一天曾世森部长他跟我很熟了，在居士林访问，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就问我，他说我们这个宗教
好像是个委员会，有50年了。啊，每一年呢，就是这些宗教头头们，大家在一起吃一顿饭，就完了。平常都不相往来，50年都如此。所以你怎么把他们搞起来，连起来了？啊，我说这是佛教给我的啊，佛教给你的方法是啊，什么方法？是四学法。啊，我把四学法解释给他听。佛教里有这个好东西啊。这是化解问题、调节纠纷的妙法了。联合国要会用的话，什么矛盾、什么冲突都可以化解，没有不能化解的。啊，所以佛教的东西太多了，学不尽的。啊，四摄法第一个布施。为菩萨以财色啊财法两种布施，摄受众生。若众生要财，要是爱好，啊，喜欢财就用财施摄受。如果众生呢喜欢法，你就用法施来摄受他。众生既蒙啊二施利益了。有时生起亲爱之心，依附受道，啊，得主真理，故名布施舍。啊，那简单的来说，四摄里头的布施，跟六度不一样，六度布施啊。是度自己的啊，自己有大病，人人都有，而且非常严重，就是嗔贪啊，贪心重啊，嗔是吝啬，自己有的不肯给别人。啊，自己没有的欲望没有止境，贪而无厌。啊，正因为这个原因，堕落在六道轮回，出不去了。啊，都是被这个贪病害了，所有一切世出世间的病。贪是根，所以把它摆在第一位。啊，贪要不除啊，别说大乘法，小乘都不能成就。啊，也就是说，虚脱还果你都得不到，因为你有贪心。啊，你修什么都是假的，都是人天福报，或者是六道里的福报，你除不了六道轮回。啊，佛教菩萨头一个，把贪、嗔贪放下，用什么方法呢？用布施，教你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布施就是放下嗔贪，这是六波罗蜜。但是在四摄法里的布施不是这个意思。四摄法布施是交际应酬，交际应酬必须要请客，必须要送礼。这个布施是请客，是送礼。啊，你请客，你欢喜啊！
那送礼呢，皆大欢喜了。所以你要懂得请客送礼。啊，那我们就用这个四个方法，这四个我们统统用。啊，我请李牧原居士跟这些九个宗教联系，我们去拜访他，啊，他欢迎。啊，拜访当然要送礼。啊，当时我们的礼是用现金、支票，每一个宗教送10万，新加坡钱，见面礼。这些宗教都办了有慈善事业，啊，有办养老院、孤儿院，啊，也有医院，也有学校，啊，这些慈善事业他们做的很多。我们赠送给他做慈善事业的基金。欢喜啊，不同的宗教啊，来赞助你们的事业。啊，每一个宗教我们平等的来赠送，所以我们花100万把九个宗教统统采集起来。那这就以后就往来了。我们办活动，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居士林聚餐。啊，以后差不多每一个月我们都聚餐一次。啊，我们的活动欢迎他们参加，他们的活动我们去参加。这就往来很密切。啊，这样就不错了。但是我就想到了，这宗教领导人平常很难见面啊，虽然我们这很熟了，一个月有几次见面的机会，如果一天到晚在一起生活呢，这关系就更密切了。所以我们就想到旅游，我们办旅游，观光旅游，啊，十几天，大家生活在一起，从早到晚，什么都谈，就真正变成朋友了。然后再进一步，研究教义，啊，我学他们的经教，他们学不学我的，我不管，我先学他的。啊，所以我在他们办的学校，啊，天主教的学校里面讲过《玫瑰经》，啊，这个光碟流通量很广，啊，很多天主教徒喜欢听，啊，说我讲的不输给神父，啊，我也讲过一次《古兰经》。真干呐！啊，他们真欢喜啊！我们倡导，所有宗教，世界宗教是一家。所有宗教的创始人，是一个真神的化身。啊，真是一家人。我们要重新认识，这宗教太极去了。观光旅游是最好的方法。啊，那么观光旅游的费用他们没有啊。佛教比较富有啊。所以观光旅游所有的费用居士林负担。
啊，居士连不愿意，最初都不了解。我说用你的名义，啊，钱我负担，我出钱，用你的名义。好，这个他们愿意。啊，这样把宗教团结起来。啊，以后我们团结印尼的宗教、马来西亚的宗教，我都陪同他们到欧洲、埃及去旅游，访问梵蒂冈，访问中国大陆，啊，访问新疆、伊斯兰教。啊，做出很好的成绩，啊，真的让宗教不再冲突了，啊，宗教徒变成一家人，啊，这个是四摄法产生的效果，是佛陀教导我们的，啊，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底下这一堂呢，接着再学习。